行。啊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不叫你，当然还是可以压的，他没 Q 了是吧？等他三 Q 完，我们再出去，假装过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先一个节奏先。我是来做男的。兵线卡住。啊，经验吃到，兵线也压到了，很赚。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乱动了，剑魔 Q 好了，一走过去他会 Q 2的，啊，往后拉，啊，什么时候再上去？快两级的时候再上去，上去干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学 E， 抓他一个想吃经验的心理，不着急 E 的。别着急拉他。这拉不好杀，没必要，先补刀先。还有两级的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是全力争取。别拉，别拉，看他交不交三动 Q， 不交就算了。兵线对我来说是优势的，所以说优势没必要那么着急。话说也吃不到，别扛小兵。其实可以给个眼，这波可以拉，直接拉 A 就完 Q， 哎 W， 哎，往前面走，哎，可以越塔感觉，吃药吧。这个血量一个 Q 闪就死了。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，就不用怕他E上来了。那我们用这个最朴素的方式把他杀掉吧。EQW， 你这把我整不会了。别急，他会追我们。等一下技能，先回头 A 一下。他也哎 ，W 闪死了。我这根本没蓝了，我去你的！这么感觉不该 E 的，放 Q 好了，也行吧。永恩也拿了个头，挺赚的，挺赚的，大家都有收获啊。不是，我准备 EQ 的，蓝不够了。有点尴尬啊，这不可以打的更细一点。我上篮，然后得分。先把塔刀给吃了。背后。哎，被干扰了，漏了一顿。他会 Q 过来，这不是？钻他的内圈。哎，这链子被拉到了，不被拉到，我有机会能追死他的。我移速比他快很多，真可惜。三张 Q 就拉回了。哦，我把 E 交掉了。如果我不交 E， 他也不会 Q 上来。这波直接拉 A， 先外圈 Q A。A W 直接啊，他已经死了，回家回去补炮车。现在吃药已经太晚了。哎，这个一个 Q，OK，、okay, 非常完美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吃一个就够了。那差五十块钱呢，又补刀不努力，怎么办呢？这总不能五百块钱出门吧？那只能等喽。
有的时间都到线上了。多吃一层就来不及了，你回城就很慢了。又 Q 过来 ，A，W， 硬顶，先 走出他的链子 ，A，A， 快 A 不到再拉过来 ，A，W 完成 Q， 再 A 一下。当然这一下你可以选择不 A 装高手啊，不 A 流血会流死的。他往那边走了，哎，再拉回来，哎，打不完就不行，不行，等会儿我好像听到塔皮掉的声音啊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少吃塔皮了。别急，他会进来。开你吧，哎，拿不起，哎，可以加。落塔皮了，没吃到，掉了一层好像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技能吃的。也多久能达到主播的技术啊？这个得多玩了啊！你看主播玩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？这可能就不是特别有空玩了啊！主播的工作就是打游戏呀，啊，挖的挖的就多了，就跑下路去了。咋的？拦好了呀，对啊，我就盯着他这个蓝呢。不过我手上已经有一个蓝，但不影响再打一个啊。还敢 Q 过来，胆子不是一般的大。What the fuck？
给他做了吧，我要是这个塔，然后想先三项血怒平，很痛的这一项。王子过来逛了一圈，想想看还是算了，我好像打不过他。 我的评价是明智之举啊！明智之举啊！如果你来找我的话，那么下场只有一个。队友那边有点打不过了，不是优势吗？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打着打着队友是劣势了？他妈一直九个头了，我他妈都才七个头呢！ 怕是不好搞哦，这一把。这石头咋没动啊？没动不是很正常吗？ 说明血没来这边刷嘛，打了下半区啊。感觉不该拆这个高地的，亏了。节奏加快一点吧。 装备重置了，什么装备重置？不是团战好像也打不了啊。往这边打吧，那边四个人。我不能追啊，我硬顶进去我顶不住的。这 EZ 900块要把我融了。 你说我从这里放个先锋，直接去他们基地怎么样？有说法没？
我从这里放个先锋，直接从开到他们家里去。那我能拆两个塔吗？但是我拆不了两个塔。我是1000块钱呢。得等他们打起来，我就直接强行过去。我们中团吧，我看进去推一下。真可以，很有机会。打起来，看能不能。只拆了一个呀，队友也能拆一个，辅助的人头啊，还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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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下波我有双招了，主要现在也没事干的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，不容的头。那是小卡牌火炮了，打他要小心一点，他会远程黄牌的。死了呀，跑不掉了，火爆手很长，叫大家跑吧，我叫大家跑不掉了，卡牌没闪啊，准备打小龙团吧。灌篮可不简单，把他挡着。我就不再去送一个了，他们抱团有点厉害，我得赶紧把选手做出来，韧性不够了，我就20韧性。我帮那个中单挡技能去了，不挡技能他可能直接死了，把我挡残了。嗯，没事，给了吧，这个我们也给路。追不了，追不了，他一个 EZ 加个布隆，真追不了，赶紧把选手做出来。真打不了，别去了。EZ在哪儿？得把大龙给控了。这不是个机会，对面给机会了。这大龙一拿下波我16级，真有机会了，那就等吧，等我16级啊，感觉我能力挽狂澜一波。我都觉得这波打不了，我的意思是去直接去偷大龙了。他们不是拿小龙吗？直接放给他们，还是把大龙拿了。
你是不打赢？应该砍的是永远有破败的，没必要继续打了，回去发育，老打架怎么行？刷钱呢？不刷钱怎么塞呀？ 这个 EZ 2000块嘛，他妈这么值钱，2500块，还值500块钱呢。 这波理论上来说是打不赢的，对面太着急了，一个一个进来了，他们等 EZ 来，我们要死完的。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回家让 ADC 死的，因为他没什么用了。哇，撞到了！哇，直接伤害。 这黄牌我的吧，还能打，他老是黄牌我也有点顶不住了，开的不错。